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音律狩猎人法帖11个成就以及隐藏成就详细攻略。在活动音律狩猎人法帖中，一共可以获得11个成就，第二面的这些都是隐藏成就，目前的成就都不会绝版，活动会在后续加入左下角的藏尸传略中。我们在做完这个活动后，前5个成就会自动完成，那么第6个成就七个右通关任意关三星难度就可以获得，熟练后多打几次肯定能拿到。这里主要讲一下第7个隐藏成就，我们在做完活动后，它会开放一个进阶试炼的难度，点击一下右下角攫取编辑就可以看到。解锁第4首歌需要把这9关试炼难度全部打一遍，这里只需要一星通关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强行打三星。每次打完后，我们打开活动页面，点击音乐挑战就可以快速进入下一关。我在最后一次通关时，进阶难度拿到一星就停手了，成就也会跳出来。第8个成就，我们打开地图，来到中央舞台，对话一下面前的 NPC 蒙塔纳。打开活动页面后，选择乐曲编辑，我们需要把刚才第7个成就中获得的新乐曲节奏嘻哈选上，右下角点击确定保存一下。现在我们转身，可以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左前方找到一堆折纸小鸟，在这里选择调查就可以获得成就折纸号室。如果说这时候你除了 BOG 没有获得成就，我们就向后转，再一次对话蒙塔纳，然后重新把歌曲选择到第3首歌，然后确定保存一下，然后再一次返回小鸟这里选择调查。那如果说仍然没有获得成就，你就选择退出游戏重新进一下，再选到第4首歌找小鸟调查，那这一次肯定是拿到成就了。第9个成就，我们先转向右前方，走到大门的右侧，在绿色的回血关右侧走到 NPC 与他对话，选择旁听就可以获得第9个成就。第10个成就，我们需要连续对话7个 NPC， 每个 NPC 都有一堆废话，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带问号的选项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里每个人都要选一次，要选7次。我们先传送到地图最右侧文化长廊，先直走右前方就是第一个 NPC 富贵，然后我们打开地图传送到中央舞台，面前就是 NPC 蒙坦纳。然后转身，在我鼠标所指的方向就是气波，打开地图传送到地图最左侧创意集会，在我们的左前方就是 NPC 查理卡，现在已经是4个 NPC 了。在我们的左前方就是第5个 NPC 加宝纳，对话完成后，我们从巷子里出去，在红色气球处左转，可以看到远处有一个蓝色的门，我们在这个方向一直直走，走到最深处就可以找到第6个 NPC 艾尔菲。现在我们需要进入蓝色的门内，右前方就是最后一个 NPC， 对话完成后就可以获得成就了。第11个成就，我们把视角向左转就可以看到 NPC 电影部部员，选择拍电影都需要做些什么，然后就可以去右侧拼图解密一下。拼图比较简单，甚至不需要旋转，直接往上放就可以了。
与电影部的部员完成对话后，就可以获得成就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三连支持加 UP 主，更多隐藏成就的收集我们在合集内分批观看，下期视频继续，拜拜。